快把你狗弄走。你们走，好像走错路了。我下去问一下。哎，美女，等一下。哎，把他们抓住。哎，公公公公，他不咬人了。快把你狗弄走。来，摔了没有？江哥把狗拉开。摔了没有？摔了没有？哎呦呦呦！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你摔了没有？要不要我们去医院看一下？不用，不用，不用。真不用啊！这老公，我看你走路都得掰。来，那个，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来，我们在我们到附近医院去看一下吧。不用不用，我家里有酒。啊？我家里有。家里有酒啊？我家里泡的有酒。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。走，我们这直接来，我那边，我看，哎呀，真不好意思啊，真不好意思，太对不起了。我扶你一下，扶你一下。没事，走，把你狗弄开。来，嘉禾把狗拉开。走，等我们有车，我们送你那个去医院看一下。我家里阿妈泡的有酒。阿妈泡的有酒。对。远不远啊？不远。直接坐我们车，我把你送回去嘛。那个，我看你，把你走路还不是太行的。好。走，我们直接上车。我家就在前面了。就在前面吗？就在前面，是不是前面那个路口啊？就这里了，停，就在这里。到了是吧？对。好，那个到了，那个嘉禾往后倒一点。不用是吧？来，我来给你开一下门。来，我给你拿着，慢一点。要不要我扶着你一下？不用，我扶着。来，我来给你背吧。哎，今天的确不好意思啊，没事。你家在哪呀？那里就是我家。对面吗？对。对面那个白色的吗？对。好吧，走。走，我送你回去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。我自己来吧。没事。今天的确很抱歉啊，今天没事。走。那个慢一点，要不要我扶着你？来，要不要我扶着你？慢点。你家没人吗？阿莫，家里没人，出去干活去了。好，行，这个给你放哪呀？好的，没事。哎，你随便坐。好，不用管啊。你在拍什么呀？我看你今天一路都在拍。我看你家环境挺美的，然后我记录下生活。农村都这样吗？来喝水。好，不用，谢谢，我不口渴。今天麻烦你们把我送回来了。没事，今天主要在于我们嘛。你们家都是用这个喝水的吗？对，农村比较简单一点。哦，不错啊。好，今天我们家狗狗不小心把你给伤掉了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个，现在你脚好点没有？好多了，没事。因为我小时候被狗咬过，所以说有一点怕狗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嗯。现在那个天气比较晚了，要不那个我们准备要撤退了。那个，要不你留个联系方式，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好吧，181。行，我叫乔吉林妹。好。来，要不这样，那个我现在身上也没带啥，你这个把这个留着，来，把这个留着，留着。你拿回去，不用。那我给你放在背篓里啊，走了啊，拜拜。你把钱拿回去啊。不用，你留着买点好吃的啊，留着买点，过两天我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那你们开车注意安全。好的，再见。林妹这边的风景是真的很漂亮啊，今天给林妹带一点小礼物，不知道她喜不喜欢。嗨，林妹。今天那个过来看看你嘛，那个上次你的脚好点没有？好了。哎呀，上次的确不好意思，我们家狗狗那个把你给伤到了。来，那个大山里面那个辐射比较强，我给你带了三盒面膜。不用，我带。拿着。谢谢。来。啊，你们在干嘛呀？你们在？是吧？今天我把狗狗带过来给你们道歉。不会的，他很聪明的，他那个你别看他那么大，他其实一岁都不到，
有7岁的智商，很听话的。看你好大。是的，来果果坐下。可以的，你放心，它不会咬人的，很乖的，你看吧，很乖的，很温顺的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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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。现在不口渴。等会你去道歉好不好？给他道个歉。我跟你说嘛，我们果果很听话的，你要叫他名字，他听得懂的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果果。果果。对。果果。哎，果果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快去道歉，快去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你看，你看他那么大，他其实就只有1岁的智，那个7岁的智商有。不会咬的，你放心。你看，你看，是不是他不会咬你啊？很听话的，你看他坐着。不用了，现在天气比较晚了，我还有点事儿，我要走了。不行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我走了，下次再来看你，好不好？走，走，果果，走了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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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，拜拜。走，果果，走走走走走走了。怎么，你舍不得呀？舍不得吗？妹，哎，你怎么又回来了？那个，我这两天工作有点忙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果果？我照顾他呀。对，帮个忙嘛，帮个忙。我这样子答应他吗？你试一下。你看他那很听话的，他都舍不得你们。好的，好的，那到时候我过两天空了，我再过来看你们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走了，拜拜啊。对了，他吃什么呀？他就是直接吃那个白米饭就行了。白米饭呀。对对对对对，好了，走了啊，果果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妹，走了啊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拜拜。明晚你姥姥接他走。好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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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两天再来看你们啊，拜拜。你妹。那么着急，你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狗丢了。狗丢了？对，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它都还在，回来我就不见了，我找了整个村都没有找到它在哪里。没事儿，你不用担心，它应该只是贪玩，应该就在这附近。要不那个，要不我们一起去看一看，去找一找。好啊。好，走吧。林妹，慢一点。它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你不用着急。果果，他在里面没有？没有啊，没有。我们再往前面看一看，走。果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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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果。哎，慢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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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摔到没有？摔到没有？别着急，休息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。果果，怎么办啊？找不到了。没事，不用担心，他只是贪玩，一会儿他就回来了，玩够了他就回来了。要不然我不应该把他丢在家里。没事，不用担心了，走吧，要不我们回去吧，一会儿他自己就回来了，好不好？走。这个斯文莎到底跑哪儿？你就。某天在某时刻，你看，他玩够了，是不是自己就回来了？对吧？他玩去了吗？真的，说实话，你说你啊，你说你贪玩跑哪里去了？让那么多人担心你，让你们这么担心你，你说你该不该挨打？该不该打？过来，不听话。你说你不听话，到处跑，你有那么贪玩吗？真的不听话。下次别这样了啊。可能武当山道上有人虔诚攀登，可能周庄小巷里忽然忘掉年轮，可能要多年以后才能看清曾。哎，你妹。哎，你怎么那么早就出来干活来了？还早啊，今天都起来晚了。
是吧？那你在干嘛呀？除草啊。除草啊。牙齿长得有点。你看这个果果，果果今天陪你一起出来了。对啊，他现在还比较喜欢跟着我。他这两天在家听话吗？挺听话的呀，但就是每天吃的有点多。每天吃的有点多啊？对啊。你看他们那么大一个，果果，果果，我跟你说，你每天你要少吃一点啊，好不好？没关系，我让给他吃。让给他吃。你干了多久了呀？在这里？刚刚才干了一会儿，这里马上就完了。是吧？吃饭了吗？还没有呢。没吃饭，等一会儿回去我做给你吃。啊，好，好等会儿那个你要做完了吗？没关系，有机会吃来。走，果果。走了，果果走了。到家了，给你做点早饭吃。不用了，我还不是太饿的。那还是要吃一点饭，哪里才进去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今天那个我不是太饿的，真的不是太饿的。你要吃啊，早上。那个今天来我主要是给你说件事儿的，这两天那个我公司比较忙，到时候那个可能要处理两三天。那你还会不会的，你放心，到时候我还会过来看果果的。那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。去哪里啊？走吧。哎，你妹。哎，我想你们一直在这大山里面，你没想过朝外面走一走啊？没有啊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再说了家里面还有老人需要照顾的。外面不是更好挣钱吗？也许吧，每个人想要的生活不一样啊。这是啥？这摘的是啥？这个很好吃的。这个很好吃的。你尝一下。是吧？嗯。这在城市里面想买都买不到的。是吧？我尝一下。嗯。好吃吧？越好吃。都给你。你吃吧，我吃一个就行了。来。有。来，把这个给你。谢谢。过两天就要走了。到时候。回来。过两天吧，我把那个事情处理完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到时候我会回来看果果的，顺便也看看你。好吧，快点，我要到了。哎呀，我走不动了，你妹。你平时啊，就是缺少锻炼了，忙到了，马上要到了吗？对啊。哎呀。快一点。你没在山里走过，山里的路都是这样子的。你没看我这样一直都在来找你，我不是就想锻炼锻炼吗？你看这里吧。啊？这里啊？嗯。哇呀，这里挺漂亮的。没事，以前我就喜欢一个人在这里躺一下，听听这里的声。哎呀，那果果那么早就下去了，看来果果挺喜欢这里啊。你经常带他来吗？现在带了过来玩了。哎呀，这怎么那么多石头？哎呀，挺漂亮的。安静的是啊，是挺安静的。哎呀，找个地方坐一坐。哎呀，我哎呀，走够了。那你一块大石头可以躺在上面。这块大石头吗？是啊。哎呀，挺美的，这个地方。没事，听听水的声音啊，的确挺舒服的。你上来，我说一段。我上不来呀，你看这那么多水，我这怎么上？听听这大自然的声音，鸟语花香的，舒服。你经常心情不好的时候来这些地方玩吗？对。的确，说实话，一过来能忘记很多烦恼的。对啊。